嘟嘟要抓老板，大姐装不了。峡谷数据分析，打野死哥看起来蛮强的、啊，怎么一直输？一定是没人帮 CC。我们有死歌神跟劫神，这个时候上路只要出个躺分脚就赢了啊！怎么又两千了？怎么又两千了？阿黄，这场赛特好打吗？赛特被选了。这场我们要有个 AP， 我们要有个 AP 加 CC 的，估计跟死歌很配的。哭啊木木。一脚切的歌，哇，你也很酷哎，直接点歌。啊，母母在啦，谢谢黄爸爸，谢谢黄爸爸。什么黄爸爸缺儿子吗？不要跟我抢好不好？不要跟我抢，不要跟我抢。我们大家互农啦，吃个冰啦，我们互农吃个冰哦，大家一起吃个冰，不要紧张，和平相处 ，peace。给你看我的小鸡，给你看我的小鸡。要出人命了！没赢了！哇 ，TP， 原地 TP， 恼羞，恼羞成怒，你啊，好傻，好天真啊，对。啊，打太多了，哭啊，没了，这几次都没了。Let me give you a hug. No. 你以为你跑得掉？自己拼自己问号，自己拼自己问号。好疼哦！猪啊！嘟嘟要撞了吧，大姐撞不了。屌康，这屌康啊，我屌康他，啊嘟嘟嘟，然后快要撞的时候我是大姐，这绝对屌康啊。真牛，你真牛啊，真牛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牛啊，真牛啊。多扭一下，多扭一下，要被卖了！我意外的能打，意外的能打，意外的我很能打，我还没死。其实意外的死哥很能炸了，我推荐 OK。队友三发布的要我推荐的指令，身为一个 commander， 我们要尊重他的指令。孤啊！光速捞干！别！牛！他怎么回来了？好狗啊！你怎么绕回来了？他怎么回来的？神不知鬼不觉，这个水鬼出现了在我的屁股！我的天哪！居然有人可以智商压制我！哇！那他的智商究竟有多高啊？要智商压制我，这智商究竟有多高啊？你们说夸不夸张？观众，你们自己说夸不夸张？要智商压制我的智商真的很夸张啊！这不知道多少才可以达到。没错吧？没事，还是收到了，还是收到了，还是收到头了，赚赚，耳膜炸裂。2020年呢？卖了，不卖就是我们意思啊。
是只有我死。姐，救一波啊！就走，我就想卖他，但是他就他一直在对我做出这个垂死的挣扎，你知道吗？救我！就像是那个海德格一样，救我，海德格！我就忍不住救他了，你看，只好这个奈吉死了。这场上路很热闹，没办法，这个死哥找到了他的儿子，这个我们就是来辅助死哥的，所以他来找我也是很正常的。你看他一直都在旁边，你看我又有普攻又有深渊，打他超痛啊！我的阿木木你们知道吗？阿木木的普攻会先让人家加 10% 磨伤。我就出深渊了，所以死哥在我旁边呢，他的伤害是增加 25%、欸、25% 是很夸张的多哎、欸欸哦、他被拉过来了啦，应该杀得到，应该打这果冻头给杰啦，我不打头啊，弟弟，没有想到我这么疼吧，弟弟，好烂！干嘛啦？哇！短距离兵线，闪现！哎呦，哎呦！一直吃广告怎么可能？我都没有广告费，我也没按啊，我都没按广告，你们都能知道，那我按按看你们知不知道？我按按看，吃我的广告吧！他又跑到我旁边了，他真的很想跟我一起，他真的是来跟我混的。哇，被偷了 ！Nice 啊！你看，死来加才十层，赚翻了。哎呦！我们跟他一起，我们跟死哥一起，我们当他的儿子。死哥，不要丢下我！不要丢下我！水模式，好轻松啊！这游戏，我就跟他走就好了。咦，被照到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没有被照到。没事，我鬼子正点，我鬼子正点，没人照在这，没有人照我在这，真的没有人注意到我在这，真的发誓，没有人注意到我在这。好啊，你很硬是不是？哭死你啊！你很硬是不是？你很硬是不是？啊！对面落荒而逃啊！哇！过来、啊，过来、啊！嗯，那还打我一套？嘿嘿嘿嘿！你在跑啊？盲 Q！ 嘿嘿嘿嘿！饿呢？需要我，你们不要再假装不需要我了，对啊，真的，你们需要我的时候 ，pink 资源灯，我就 TP 去帮你们。你们不要假装不需要我了，你们 pink 资源灯，我就帮你们。还是帮吧，真的。
没有人想要吃我的鬼子 combo？ 塔龙，塔龙在哪？塔龙呢？没打到，炸死他，炸死他 ，nice！ 死哥，这个虐钱虐的不错，虐的不错，好，死哥，我就姑且给你一个赞吧。这个你整场都跟我混的，你怎么肥都是因为在我旁边，你也该给我一个赞吧，死哥，不用别人了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，我这个做人很 nice 啊，我们再来一个就好。哭啊！打太多了，哦、一定是没有人帮他 CC。给你看我的小鸡，他一直在对我。大家一起吃个冰，不要紧张，和平相处 ，peace 啊！不要丢下我，谢谢王爸爸。出现了在我的屁股，要被卖了，有我爱的吗？